谢谢。哎，那个下面怎么写啊？乐字下面怎么写啊？是一个木。嗯。你妈妈今天收到这张卡片，一定会很高兴哦。今天不是妈妈，是爸爸。我家1355住爸爸那，246住妈妈那。那你妈妈明天收到这张卡片，一定很高兴哦。你是一个好妈妈，你现在不是了啦，我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不会，绝对不会。无啦，我无喊妈妈大细声啦，无啦。我是讲台北的校校毕业展，嗯，是毕业展，唔是讲无要回去啦，嗯，有够用啊，嗯，好啦好啦，阿妈应该去睏啦。嗯，阿妈吃甜的哦。嗯，好，我想你。好，拜拜。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主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意象显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七个月了吗？八个多月了。这阶段会比较辛苦哦。嗯，而且最近动得很明显。这么活泼哦。对啊，我觉得力气还蛮大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女生，但是我觉得有点太活泼了一点。嗯，好可爱哦。你辛苦了。不会。是你第一个孩子吗？嗯，对，是第一个宝宝。不过他上面原本还有一个哥哥。那宝宝取名字了吗？嗯，他叫平平，平平安安的平平。平平，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哦。阿姨知道你最乖最棒咯。谢谢阿姨。不客气。玉姐，嘿，你出门啦？对呀、啊，回去要煮饭了、哦。我女儿昨天从台中回来、哦，说要帮我过母亲节。哎呦，我说不用这么麻烦啦，一年一次嘛，打个电话心意到就好了。嗯，何必跑这一趟？嗯，好幸福哦。是啊。哎，姐，你今天东西也蛮多的，这个位置给你坐，你休息一下吧。你东西也很多哎、欸，你今天怎么这么多东西？嗯，孩子今天要出院了。哦，要出院了。嗯，恭喜。嗯，谢谢玉玉姐。但其实后面的工作才要开始辛苦了。不用担心，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每一站都有你。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想微笑盼望，一切都
谢谢每一位妈妈用你们的生命和爱守护着每一个家跟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再次祝每一位美丽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在这个时刻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属灵大家庭，我们每一位的属灵母亲，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刘师母，我们特别邀请师母上台。谢谢师母用她的生命和祷告还有她的坚持守护着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谢谢师母。属灵母亲，我们也特别谢谢刘牧师，邀请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牧师师母用生命再一次的坚持守护着这个属灵的家。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向神献上感谢。